主料，猪手已处理好，一盒辅料，卤水汁，生抽，香叶两片，冰糖，蚝油，蒜，姜，八角三个，小茴香，黄酒，桂皮一大块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。猪手洗干净，加几片姜下锅灼出片刻后，放入冰水彻底浸泡十分钟，捞起备用蒜。洗干净切断姜，去皮切三四片。猪手下锅倒入适量水，经过猪手加入八角三个，香叶两片，桂皮一大块，蒜，姜，大火煮开后加入适量的卤水汁、蚝油、生抽、冰糖、黄酒，调制合适自己的口味。改中慢火至猪脚软，深入味约一个小时以上，途中需加水。捞起卤好的猪手，放入冰箱冷藏三小时以上，然后浇上约冷却卤水汁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味道可开始的时候稍微调淡一点比较好，因为材料会越熬越出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